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五个灯。下面进行的是闽南语的歌唱比赛了，挑战者姜丽青小姐上个礼拜一次平手的记录表现得很不错，我们今晚再来看看她的表现如何。带来的挑战歌曲是《困难的背后》，困难的背后，一起来欢迎姜丽青小姐。谢谢姜丽青小姐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卫冕者蔡小虎先生。蔡小虎先生呢，曾经来过我们的五等奖节目，他说事隔多年再来，依然的温馨，依然的感觉像个大家庭。他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水中烟》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蔡小虎先生。溪中水，梦是水中烟，溪中水流不回，分袂清是魂也是烟。请进了，挑战者是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。来看看卫冕者灯数是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，好不含糊？不错。举手。来，挑战者是七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分。来看看卫冕者的分数十八、十九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哦，我们谢谢姜小姐的演唱啊，谢谢您，请您回座，谢谢。谢谢姜丽青小姐，我们也恭喜我们的上个礼拜刚刚出炉的卫冕者蔡小虎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你的成绩。目前的成绩是一度二关，累积的奖金是4000块钱，也请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